各位朋友们，大家好！随着现在即将要过年了，加上农历年快要来了，今年的台湾车市呢表现非常亮眼，那各大车厂也开始推出一些不管是特试车，甚至包括一个全新的车型，甚至外观整个的改变啊，来刺激消费买气。首先，我们要介绍第一台车是在我左手边这辆，在台湾卖得非常好的纳智捷的 U6， 那它现在针对女性车主出了一款爱加倍特试版，它的售价是81.9万。第二台车也是卖得非常好的 SUV， 就是我旁边这辆 CRV， 它也推出了 CRVS， 它也分为两个等级，有两轮传动和四轮传动。第三个车型呢，也是中型房车的主力，就是尼桑的 Super Sentra， 它多了一个车型叫做尼桑 Super Sentra Aero。这三台车不管是在外形、在内装，甚至一些不管是影音配备啦、科技配备啦，还有就是规格配备上，都做了一些强化。主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常讲的，在台湾买车啊，早买早享受，晚买享福利、享优惠、享折扣。这三台车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如果你打算在农历年前买一台车好过年，这三台车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那因为这三台车已经做过所有的新车试驾了，所以我们今天针对它的重点来做一些详细的介绍。首先介绍第一辆就是纳智捷的 U6，很多车主就会说，我今天买 1.8， 我买 2.0， 2.0 配备永远比 1.8 还好。那这次纳智捷应该听到消费者的心声了，所以他推出了一个特试车型，除了推出一些像头枕啊、面纸盒啦、甚至还有防狼喷雾剂，有实践的贴心好礼。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原本在 2.0 上才有的配备，现在在 1.8 也有了。那它的售价是81.9万，也就是说你税金可以省一级，可是呢，你也不会因为省了一级的税金而买到比较差的配备，等于是 2.0 的纳智捷 U6 在 1.8 也有一样的配备，让消费者的选择性可以更多。好，那斤斤计较的消费者最在意就是每年缴的税金。整个 T 字造型的配备呢，就和 2.0 是一模一样，我们就不再为大家做介绍。不过我们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它的保养，很多我们的网友跟我们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多提供一些保养资讯。那今天没有新车试驾了，也不会介绍它的空间、引擎了，因为都是一样的，包括底盘啊、悬吊也都是一样。但是我们提供给大家保养资讯，通常我们给大家的保养资讯都是一瓶机油多少钱，一个火星塞多少钱。但是纳智捷给我们的是一个套餐的价钱，包含了1万公里到6万公里，每1万公里的定保的套餐。它的价钱 1.8、2.0，价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不过大家可以看上荧幕上面的价钱，等于是你到了1万公里回原厂进行保养，它的消费大概就是这个金额，包含了可能换机油啦、空气滤净器啦这些保养的套餐。第二台为大家介绍就是 CRV，它现在另外一个名字叫 CRVS 安全旗舰。那这台车的价钱有分为97.9万的两轮传动，以及104.9万的四轮传动。它的配备呢，我们先来发动引擎。首先，它一样啊，没有引擎启动钮啊。不过中间这个萤幕呢，多了一些功能。首先第一个就是，当你先打到倒档的时候，它的画面是三个分割画面，一个是后方，另外还包含两侧。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两侧多了镜头啊，你如果只有倒档的话，其实蛮浪费的。因为打方向灯的时候呢，你打左边。左边这个镜头就会启动，它跟纳智捷的车系啊，那 EcoV 有点像。你左边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死角啊，包含了车门下方，因为 SUV 比较高啊，有时候可能是在车门的下缘有些死角你看不到。那透过这个镜头，你就可以很清楚来分辨。第三个部分就是它内建的一个陀螺仪的卫星导航。这个卫星导航因为多了陀螺仪，所以第一个它比较精准，第二个你在隧道里面或是在地下室的时候呢，它也是一样可以启动的。另外还内建的智慧生活云端的 App， 以及我们前方这个行车记录器，这些都变成是 CRVS 的标准配备。
当然价钱会稍微贵一点，不过它整个配备的升级呢，总比你去外面加装，不管是行车记录器，不管是两侧的摄影机呢，多了一个原厂的保固啊，所以消费者在交车的时候呢，原厂就帮你把这些东西都加装好了。当然，这两个车型还包含了原本就是循迹系统都有，气囊数一样是维持四颗。那在最后的保养资讯呢，我们一样提供给大家，包含了一瓶机油啊，来临片。包含了前后的保杆叶子板，如果你发生碰撞之后呢，这些的花费大概是多少钱？第三台是在台湾销售情况非常好的 Super Sentra 所延伸而来的 Sentra L， 原厂特别强调它是一个全新的车型，除了原本 Super Sentra 三个车型之外，另外又多了 L 的三个车型，它的售价从 71.5 万起，有三个规格。那在外形上，它和我们以前所知道的特仕车有很大的不同了。一般特仕车就在侧面加个侧裙，下面加个下巴。不过它这个整个保杆呢，做了一个全新的设计，所以原厂特别强调它是个全新的车型，这是外形上最大的改变。不过它的整个车身轴距、尺码、长宽高、轮圈的尺寸、维持跟 Super Sentra 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它还是保有原本的便利性，包含了 Keyless， 可是在内装的部分呢？也做了一点小小的更动，不过配备上维持是一样，尤其是它唯一欠缺的就是循迹系统，在全新的车款上一样是没有的。但是内装的饰板呢做了一点改变。那我们另外有准备一套适合尼桑车系，就是 TDA 和 Super Sentra 原厂专用的，就是它可以利用原厂的预留孔啊，让你的胎压侦测器呢看起来不会说装在车上另外一个萤幕这样很突兀，它是对应原厂的一个预留孔的。好，那我们有准备一份。那欢迎朋友到我们购车资的官网影片讨论区的下方留言，我们这次一样没有题目啊，大家可以就是做一些心得上的留言。留言之后呢，我们会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会把这个胎压侦测器寄给你。那我一样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台车基本的保养资讯啊，包含了保杆，我看了它的保杆，保杆非常便宜啊，前保杆才2880，甚至它的原厂的机油呢。5W30 488 5W40 428，其实价钱算是非常的便宜的。那不管是 U6、我印象最深就是防狼喷雾剂，还有那个很可爱的小狗，甚至包括它的配备呢，从 2.0 下放到 1.8， CRVS 多了很多镜头，多了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辅助安全。那 Sentra L 呢，有一个全新的保杆设计，加上全新的一个外观设计。那这三台车都是最近车厂推出的一些刺激买气的车款，大家去展示间赏车，或者在接下来的台南、台中也有新车大展。如果你最近有购车的需求，其实我建议大家去现场直接找业代杀价，我相信成功的几率都会比较高。